55平方嘅一个三房啊，标准咧佢系两个大房间加一个房间，即系三房，二加一嘅三房嘅。 咁啊，佢总共咧总价咧只需要39.8元就可以有交易啦，全新装修一日都未住过，全屋家私齐全嘅。买家电拎包就可以入住啦。我哋要介绍个屋苑咧，就呢度而家跟住居住咧一路行过去，沿住呢条商业一直行过去，吓见唔见到呢个粉色嘅楼宇啊？同佢系隔篱嘅啫，只不过就俾个遮住咗。咁啊，由呢个粉色楼宇行到我哋介绍嗰个小区咧，就系1分钟就可以行到噶啦。主人房咧都系比较大啲嘅，嗱呢边咧再做咗我哋一排嘅衣柜。 啊！呢边做到尾八成有尾嘅大床，啊，非常之唔错。你睇啲灯啊，都比较骨子啲。咁啊，呢个小区主要系卖佢嘅地段嘅啫，吓39.8元就可以有交易啦。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惠家治朱治，朱治今日嚟到我哋呢个惠阳淡水同呢个大亚湾交界位置嘅一个楼宇啦。咁啊，我而家现时喺边度咧？嗱，门口呢条路咧系我哋惠阳淡水嘅老城区，叫做开城大道嘅。咁我哋见到咧，嗰栋富康国际嗰栋建筑物咧。 嗰個位置過去，嗰個位置移回交界咧，嗰邊就屬於大亞灣嘅一個西區啊。行過去咧就屬於西區嘅萬達商圈啦。咁啊，呢邊屬於惠陽淡水老城區啊。咁往呢邊睇睇，呢邊咧有個高架橋嘅啊。呢邊過去高架橋過去咧就係我哋呢個惠陽站啦，總站就喺呢個位置啦。嚟我哋呢度咧2公里嘅距離就可以到到噶啦嚇。咁今日要介紹呢個二手樓盤咧，就喺我哋呢個嘅陣間咧，朱志會行過去指俾大家睇睇嘅。 嚟我哋呢度行路咧，系5分鐘以內嘅一個行路嘅路程時間。咁啊，而家呢套樓咧，佢係55平方嘅一個三房啊，標準咧佢係兩個大房間加一個房間，即係三房二加一嘅三房嘅。咁啊，佢總共咧總價咧只需要39.8元就可以有交易啦。全新裝修一日都未住過，全屋家私齊全嘅。買家電拎包就可以入住啦。咁啊，同大家講翻佢樓下嘅一個商業先啦，商業睇睇你先啦，好嘛？咁啊，商業咧就係咁樣，我哋可以睇到啦。 呢度系天堂商场，吓，包括呢啲天堂商场所著名嘅咩全大妈啊、火锅店啊、必胜客啊、我哋嘅星巴克啊、喜茶啊、霸王茶姬啊，咁啊楼上有嗰啲街田嗰啲烘焙店啊、游泳嘅嗰个健身会所啊，全部都有嘅吓。咁啊，我哋呢度行过去睇睇啊，因为呢度好多车，我哋行快少少啊。咁啊，楼下呢啲系佢嘅街铺嚟嘅。 都係飲嘢比較多咯，我唔知係咪因為咧後生人多啲咧，所以佢好多嗰啲奶茶店啊，咩檸檬茶店啊，就好多呢啲嘅嚇。咁啊，如果是咧想打台球、篤下波咧，咁啊呢度都可以有打台球嘅地方嚇。咁隔離呢度咧係我哋嘅藥房都有嘅。咁啊，平時有咩頭暈星痕咧，可以喺呢度買藥都方便嘅。咁啊，樓下咧係嗰啲非法鋪啊，嗱可以見到啦。 99啊，99啊，99啊，咩美容护肤接白啊，乜都有噶啦，呢度吓啊，咁啊呢啲咧就系我哋呢啲楼平时楼下买嘢嗰阵时咧，填电机嘅地方啊，呢度填电机系非常之方便嘅啊。咁啊，我哋要介绍个屋苑咧，就呢度而家跟住朱住咧，一路行过去，沿住呢条商业一直行过去啊，见唔见到呢个粉色嘅楼宇啊？同佢系。 隔篱嘅啫，只不过就俾佢遮住咗。咁啊，由呢个粉色楼宇行到我哋介绍嗰个小区咧，就系1分钟就可以行到噶啦，非常之近嘅吓。就系呢个叫做彭德明苑，属于惠阳淡水人民六路嘅楼盘嚟嘅。咁啊，呢度系佢后门出嚟咧，就系我哋呢个商业街嚟嘅。呢度买嘢食嘢好方便，包括啱先朱仪介绍嗰个开城大道，冇同大家讲有个西叫个西区市场，嗰个市场咧好新鲜嘅蔬菜瓜果啊，全部都可以买到噶喎。嗱，全部都可以买到嗱。 见到啦，后排呢啲漆都系都仲系饮嘢嘅，包括我哋瑞幸咖啡啊，全部都喺呢度。咁我哋知道啦，你商场佢唔系单一个门噶嘛，系咪？商场佢有3-4-5个门噶嘛。咁你可能嗰个门行远少少，但系我哋呢个门行过去咧就好近啦嘛，系咪？行路嘅话3分钟以下，我哋就已经嚟到呢度买嘢啦。同埋好安全啦，因为我哋行嘅都系人行道，人行道咧唔会有4个辘嘅，最多有电机仔咁样嘅啫，系咯。所以话安全性都比较高嘅。 咁啊，呢套楼咧就据闻咧就系真系平到烂啦，啱啱咧就放出嚟，今日先出料，即刻咧阿朱志咧就半个钟以内咧就即刻更新咧俾大家睇下呢套楼咧究竟值唔值得买啊？同样可以俺1.5成嘅首期，再上会30年、20年、10年都可以，或者你夫妻亦都可以吓，总价39.8元。如果再上会咧，月供咧就系900元左右嘅一个月供就可以供到啦。咁啊，首期咧就系30,000-40,000可以搞掂嘅。咁我今日咧阿朱志咧就即刻咧。 话不多说，即刻带大家上去睇睇我哋呢套楼靓唔靓，值唔值得买先吓，39.8元，记住啦，阵间见。嗱，而家朱仪就上咗嚟我哋呢个13楼啦，咁啊，同我哋讲下呢套嘅屋嘅户型先好嘛？吓，哎，Hello，
嗱，佢呢個同樣都係全新未使用過嘅嚇。呢個係54平方嘅一個2+1嘅三房。咁啊，首先入嚟呢度做到個鞋櫃嘅定制版嘅凹位。咁入邊呢個咧，我哋攝影師俾個鏡頭睇睇呢個房間嚟嘅嚇。呢個就係房間仔嚟㗎啦。係啦，就擺個書台咯，擺個櫃仔咁樣，擺個榻榻米嘅，瞓覺就一個人係 OK 嘅。咁啊，呢入邊咧係我哋嘅廚房位置，咁廚房同樣係 L 型嘅啦，全部都係全新未使用過嘅，包括呢啲櫃啊，包括我哋嘅油煙機啊，啲儲食爐都係有噶啦，嚇。咁啊，呢邊係洗手盆嘅位置，咁入邊咧係我哋嘅一個馬桶嘅位置，咁馬桶咧同樣都係全新未使用過嘅，嚇。呢度咧有我哋雖然冇做嗰個乾濕分離，但係個空間咧係夠嘅嚇，因為呢啲咧比較温馨啲咯，因為呢啲係畢竟咧面積有限，50幾平方一個可以做三房喎，係咪？咁啊，入嚟呢邊咧係我哋嘅餐廳位置嚇，餐廳位置喺呢度。咁後面咧有個我哋叫通風嘅一個生活露台嚟嘅嚇。咁啊，呢邊咧係我哋嘅客廳位置。咁而家所有見到嘅所有嘅傢俬咧，全部都係配置好噶啦。但係家電咧就冇其他咩家電嘅嚇。咁啊，呢個咧就係兩個房間嚇。咁啊，首先睇呢邊啦，呢邊係我哋嘅廁房。咁啊，呢個房間就稍微舒服啲啦。呢個房間就可以比較大啲嚇，尾半嘅牀做三邊落牀嘅嚇。呢個有衣櫃嗰啲。咁啊，呢邊咧係我哋嘅主人房啊。咁主人房咧都係比較大啲嘅嗱。呢邊咧再做咗我哋一排嘅衣櫃嚇，呢邊做到尾8x2米嘅大牀啊，非常之唔錯。你睇啲燈啊，都比較骨子啲。咁啊，呢個小區主要係賣佢嘅地段嘅啫嚇，39萬8就可以有交易兩頭樓，39萬8可以有交易。咁啊，最緊要咧，佢可以做到三房。呢啲樓咧賣30萬買翻嚟，你想租咧，租個1500蚊咧、1600蚊咧，好容易就租到噶啦。咁啊，主要佢地段係呢個位置，人民路嘅一個惠陽淡水嘅盤啦。呢個彭淡苑咧，去高鐵站又近喎，想我哋自己揸車去高速咧，亦都好方便。咁啊，包括樓下啱先主持介紹嗰啲天虹商場啊、大潤發商場呢啲，全部都喺樓下咧，步行2分鐘以內就可以完全全部搞掂噶啦。嗱，咁啊，如果對呢個30多萬嘅呢個小三房中意嘅，我哋啲 fans 咧可以揾下支持，可以帶你過嚟睇下我哋嘅實體樓好嗎？下期見，拜拜。